大家好，今天给客户模仿一件轻奢品牌的皮衣啊，这个是原皮三洋半字楼的，是我挑选的最好的三洋半字楼了啊，这个质感。半字楼的话，它是有这种亮度的啊，一共是四张皮做一件衣服，因为是夹克嘛，四张皮基本上就够了，也就是44皮左右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点的啊。这个就是原皮的，好好看一下成衣啊。就是这样一件衣服，款型是比较简单的，下面稍微带一点弧度。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是水洗之后的皮，半指的都是要水洗的。这个是原皮啊，原皮跟水洗之后的皮是有点区别的啊。水洗之后它会变软很多，原皮的话会更加亮一点，因为原皮上面有蜡，水洗之后这个蜡就会去掉一些啊。每件三样半指的基本上都要水洗的，植鞣皮的话基本上都要水洗啊。这个品牌的话是两个色的品牌啊，用的都是 YKK 的拉链，具体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啊，也否则侵权。当然也做了，基本上做了一点小的修改，因为不修改的话属于侵权的啊。看一下后面啊，反正整件衣服做工、质感、皮料各方面都是仿的比较像的。看一下这个袖口也是直筒袖的。然后来看一下上身效果，这个我穿很大了啊，这是190的尺寸，我穿的话175就够了，大了3个码。看看这个皮料啊，亮度非常足，喜欢亮的可以买这种皮啊。再看一下前面啊，看一下总体效果，因为我穿的不是很合适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模仿的衣服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再见。